với con nhưng就我有个好喜欢的人。谁啊？我不能说。曾志，这是我第二次这么近距离的见到他。见到小桑稚，他也很高兴。怎么也不喊人呢？哥哥好。哥哥好什么？哦，哥哥好帅啊！要不要脸啊？他很好。别晒伤了，慢点。但他好像对谁都很好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个。在他心里，我们不会有除了兄妹以外的关系。那这是。原来时间真的有魔法，拉近了我们的高度和距离。我的梦想，段家虚。希望有人可以陪他，希望那个人是我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喜欢他哥哥的朋友，后来他就放弃了，但是最近他们又遇见了。方志，感觉你对我有意见啊，小朋友。不喜欢你叫我小朋友，我已经成年了。你这个朋友他在纠结什么？他在纠结那个哥哥抓紧了，是不是一直都只是把他当妹妹？看看我像不像你说的那个中央空调？喜欢吗？之前不都是说是妹妹吗？还真把我当你哥了。那你帮我暖暖。我们不太适合。现在确实不太适合，毕竟也没个名分。所以我想问你个问题，我能追你吗？诡计多端的老男人。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，你可别想耍了我。段嘉许，我真的跟你在一起了。